嗨，我是薯汁，今天我们又来玩我们的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啦！今天我们的封面人物又换新的啦，是库巴哎！难道是因为他知道我已经又拿到了一个三星金奖杯，所以给我了一个新封面吗？不过呢，看到这个库巴就觉得啊，该不会接下来的关卡要跟库巴一样难吗？不，怎么可能呢？上一集的那个星星飞顺利的就拿到了三星金奖杯了，这一场一定也可以顺利拿到三星金奖杯。你看，马里奥赛车官方都给我新的封面了，怎么可能不让我拿三星金奖杯呢？对不对呀？没有错的啦。OK， 总之呢，今天终于要换新的场地了。我们三星金奖杯只剩下5座还没拿到了，没有问题，来咯，赶快开始今天的比赛咯。来，大奖赛 200cc 谢世辉，居然是拿到新的车子，上一次居然拿到新的车子，是什么样的车子呢？P 飞翼看起来是挺酷炫的赛车，没错啦。但是不好，我只骑小绵羊的啦。小绵羊嘞，哇、哦，车子太多。来，我只骑我的小绵羊的啦。没错。OK， 来，今天换什么杯嘞？要来特别杯一下吗？好啊，那何不就赶快把这个2颗星给拿到手呢？来，乘胜追击。开始比赛，特别杯的空中花园没有问题啦，这个场地已经不知道跑了 N 遍，没有问题啦，放心，交给我，树枝一定拿第一，没有错的啦，来，第一场比赛一样，倒数，3、2、1 ，Go， 没有问题。来跳个，没有问题。来，目前位居第3，可以哦，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目前排在我们的前面的人是谁？我还没有看清楚他是谁，他就不见了。哎呦，看来他很强啊！让我来看清楚你是谁，看来是金属马里欧啊！你为什么不会被闪电打呢？你不是金属的吗？金属会导电的呢。对呀，这不合逻辑呀！哎呀，不会跳就不要乱跳嘛，金属马里奥，这个地方可是高手才能跳的位置呢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乱说话的。没事，目前还位居第一。OK， 来跳下去。OK， 没问题。来起飞，没有问题，很好。来。甩尾，甩下去，冲啊！冲！跳起来，嘿，很好，没有问题，非常好。来，高手跳的位置，跳一次给你看，你们看到啊？看来应该是没看到，那就算了吧。来，跳个，没有问题。又甩尾，甩的可以，很漂亮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又甩尾，甩下去 ，OK， 没问题，非常好。红色龟壳来了，没问题了。那前面又有一个红色龟壳，哦哟，怎么这么多？哎，不见了，太好了。看来红色龟壳没办法抵挡蓝色龟壳。哦，蓝色龟壳让我着地啦！哎呦呦呦呦呦，让我着地了，好烦哦。啊，刚开始就第二名了，怎么这样？刚刚我真是太大意了。来，下一场比赛，特别杯的古古沙漠。哎呀，刚刚那个我真的是太大意了，哎，不能因为上一次都拿三星金奖杯，然后这次就放松了，真的是，叔侄这样不行啊。来，第二场比赛倒数。3、2、1 ，Go， 非常好，目前位居第2，我好像都每次都说非常好哈，没错啊，不是说非常好，不然要说什么呢？没有错啦，来跳起来！哇，我觉得今天的马里奥跑的速度真的有点快哦，但是你平常跑的速度就对了。
太猛了，真的太猛了，速度真的有点快啊。但没有关系，我鼠子骑着小绵羊，驾驶着西施惠，一样是可以跑很快的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很好，进入到了第二圈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可以。甩尾，甩一下，哎呦，没问题，可以了，可以，位居。加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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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目前还在第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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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没问题，可以 ，OK， 没问题。为什么你总是会突然从后面跑出来？哇哩嘞嘞，你们真的是很猛哎、欸！尤其是这个金属马里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厉害？挤着技术不好就不要乱。哎呦，你怎么在我前面啊？好猛哦！我真的不能小看你们呢。来，加油，鼠子加油！怎么又是第二名啊？我觉得我今天根本赢不了这个金属马里奥啊！尴尬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，下一场比赛，特别杯的库巴城堡。哎呀，这个场地也是跑了很多次呢。加油，鼠子，一定要拿第一名啊！第三场比赛倒数个三、二、一 ，Go Go！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这个金属马里奥跑的速度有点快哦！哇，哇，哇，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，太快了！我觉得你作弊，你一定作弊吧？你是不是里面偷偷在你的车子里面塞了很多香菇啊？啊？一定有，你一定有偷塞，塞超多的，绝对有！不然怎么可能跑这么快？太快了吧！真的速度太快了，这速度不合理，真的不合理。这随随便便都可以往我前面冲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做？怎么做到的？我真的不明白。你绝对真的一定在车子里面偷偷暗扛了很多。哇你嘞！绝对偷偷暗扛了很多香菇，对不对？不然你怎么可能冲那么快？绝对有，一定有！报告官方，你们有人作弊啊！你怎么可以让他们正大光明的作弊呢？一定有啦，一定有啦！你们的绿色龟壳怎么可能这么放那么准，对不对？来，最后一圈了，来跳个。可以可以，来跳个。什么？你看一看，他又冲上来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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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们做得到？为什么？我真的很不明白耶。我一定要拿第一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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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拿第一，拿第一，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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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前面全部都是金属的啦，一个是粉金，一个是金属马里奥。哦哦，这主办单位有人作弊啊！来下一场比赛，特别杯的彩虹之路。虽然我喜欢这个场地没有错啦，不过，哈，我觉得我这次。很难拿到金奖杯了耶，尴尬、啊。最终比赛倒数个三、二、一 ，Go Go！ 来，右甩尾，很好，左甩尾，很好，右甩尾。
有谁撞我啊？那你吃个钱币飞起来，哎呀，这是黛西呀、啊，嗨，黛西，你们身为公主，为什么要来跑来玩这个危险的马里奥赛车呢？不明白呀、啊，尤其是前面的谁，马里奥，金属马里奥，真的是超级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追上哎、欸，那个速度，我觉得我的车速已经够快了，怎么办到的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速度可以这么的快？我真的不明白耶，为什么你的速度可以这么快？我几乎，我可以说我有失误没错啦，可是在我们没有失误的情况下，你们还是可以跑这么前面，我真的要靠道具才能挽回局面吗？真的要靠道具吗？我的道具又没了啦！哎呦，为什么？不明白耶，为什么？你们速度怎么这么快？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！跳起来，很好，跳起来。可以，目前还占据在第一名。可以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突然跳进入了？为什么？我明明已经超进入了，为什么你还是可以拿第一名？为什么？哇塞！如果是他的话，差一点就可以拿三星金奖杯嘞！我今天真的只有第二的份呢！哇塞，第二名的份呢？太夸张了吧！那个金属马里奥真的是速度太快了，你真的不行，你的速度太快了！继续我们的精彩不精彩的重播，绝对不精彩，都第二。位居第二哎，怎么能这样？那个金属马里奥真的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！你看这个速度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那个冲出来的那个劲儿的。哇，22232哎，这个名次真的是目前200cc 里面最惨的一次哎，连第一名都没拿到。哇，这个领奖杯虽然我已经有拿过了，可是再看到一次真的是很不爽哎，超级不爽的哎！那个金属马里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太恐怖太猛了吧！哎、欸，以他这种数字可以拿一颗星星哎，不拿两颗星星哎！哇塞，太夸张了吧！太猛了吧！真的是不行啊！夸张，真的是夸张。我受不了，真的无法，真的没有办法，这怎么玩啊？完全没有办法看到胜利的曙光哎，完全不留给面子哎，连第一名都没拿到，太扯了，真的太扯了。我觉得我真的要暂时不玩特别杯了吧？哇，特别杯失败几率真的太高了，所以我决定下一场我绝对不跑特别杯，绝对不跑特别杯，太难了，这个难度真的太高了。所以说下一次来其他杯。绝对要其他杯，一定要把这个风气先断掉，断在这边，绝对不可以再跑。特别杯可以留到最后再来跑，没有关系。今天真的太难了，真的难度太高了，要拿到全部三星金奖杯难度真的太高了。哦，实在是，好啦，老样子的重生还是来一下吧。目前实施的这个小绵羊三星计划已经进入到了 200cc 的最终阶段了，剩下5个三星金奖杯我们就可以毕业了，没有错啦。在拿到 200cc 全部的三星金奖杯之前，这个计划是绝对不会停止的、哦、没有错啦。虽然说这些关卡都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啦。最后你有兴趣想跟我一起见证目标达成的瞬间，请务必按赞订阅，并在下方的留言处来跟我小小的互动一下哦。
我是薯子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。